使用前请详阅使用说明书。打开发射器后盖，放入4号电池，再盖上后盖即可。使用附赠的双面胶贴在你想要使用的地方即可。注意，设备离 WiFi 的距离为空旷距离，建议 10m 以内。主机与门禁警报开关的距离不能超过 0.7 公分，并且注意对位标示。短按一次，设定防区。短按一次，解除防区。长按6秒，指示灯闪烁配网。连接手机 WiFi 并开启蓝牙。长按设备设置键6秒，指示灯会持续闪烁。打开手机 App， 点击添加设备或右上加号。发现设备后点击添加，输入预连接的 WiFi， 点击下一步。点击下方设置，在此便可制定延迟、时长、音量、设定解除防区等设定。